主料，枣泥半杯，小麦面粉五勺，辅料，鸡蛋三个，油一勺，核桃，枸杞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选肉透的红枣去壳，留肉枣子基本上煮烂以后，加入足够的红糖，足够哦，整个蛋糕的糖分都在这里了。然后搅拌至水收干，成漂亮的枣泥。做好的枣泥放在瓶子里，放进冰箱，随时吃都可以。加在水里喝红枣水都不错呢。全蛋加油打发，然后拌入枣泥、面粉、核桃、枸杞，倒入模具175度，45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